你连，那是你问我人生是为着啥？我系讲为三顿，为生活，为着某囝。不过看到别人的面色，配合别人的心情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啊，有人认为这是为着生活。阿妈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，因为已经足久啊，唔知影笑容生做怎大，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，因为你嘛知影，咱拢是为着别人在生活。多谢。爱像一条歌，一条有头无尾歌，有时快乐，有时悲伤，有时一生孤单。爱像一首歌，记录咱的心声和生活，有时清醒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
我跟你讲，你即马吼去吼报名吼参加，大哥你都在参加台北市议员选举有无？直接保送，直接保送。